燃爆新秀就在这里，看到你们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然后那个992那个长期招那个场控，如果有意向的可以联系一下麦序的黄马甲哥哥，给大家带来第一支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情分落九成，两两是离还是还会春生？
太累了。那个，好热呀！热的都跳，累的都跳不起来了。那个喜欢妹仔的可以那个勾一下直播通知，然后辛苦你们了，当然还辛苦我自己了。有没有人心疼我的呀？天哪，大半夜的。给你们带来第二支舞蹈，太累了，这个应该放在前面跳的。够露，我是卖艺又不是卖身的，穿那么露干什么呀？喜欢就点关注，不喜欢就不点。在这里给你表演才艺，你还东挑西挑的，真的是。我是跳给那种喜欢我的人看，知道吗？不喜欢看你就拉倒呀。我没有生气。我是那种人吗？当然不是了。我是个喷子啊，我最喜欢喷子了。我告诉你，一般的黑粉会爱上我的，不要喷我，告诉你。
大家不要走开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嘛！今天热的已经不像个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也跟你们男人一样，我白天是教授，晚上我一样是禽兽。下去吧，不下去怎么的？开玩笑了，真的，太主要是我太累太热了，给你们开个玩笑，大半夜的，不激起你们的那个，不激起你们的那个，你们怎么会跟我说话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天哪，累死我了。第三支舞蹈送给你们，不管你们喜不喜欢。世间重重的诱惑，不轻不扰我清梦，山高路远不觉我，最终你却美的笑容，登高一呼时才懂，始终在为你心痛，俯首对花影摇动，都是东风在捉弄。世间种种的迷惑，都是因你而猜错，水光月光又交融，描述着朗朗的夜空，生死到头的相从，似狂花落叶般从容，当一切泯灭如梦，就在远山被绝世尘封。There's no way out. 累死了，妈呀！谢谢，谢谢大家给我点的关注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金手银手，大家不要走开啊！发财之手，然后给那个麦穗上的那个宝宝也可以点一下关注，然后今天晚上我就轮麦了，那个轮完了，不喜欢我的呢。喜欢我的呢，没办法，都要见我了。喜欢我的明天又见，不喜欢我的明天还是要见的。